综艺《三国志》有史以来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来宾即将进场啦！闻风丧胆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一位呢，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我们是外景博弈节目，对，但是真的讲博弈节目，他是元老，他是祖先，让我们欢迎乃至尊。准时下班了，对，不是，你们节目开了4年才第一次请我来，你们看不起我？没有，累积费用，累积费用。我们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是存了4年的钱才请得到，才请得到。我们诈骗了多少老农民才请得起你？是，你们制作人跟我以前是老搭档，你们知道？哎呦，他跟我讲真的存了4年，是真的是这样子。没，一直很想来了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节目主持阵容这么强大？来了，真的太可怕了！52个主持人，来宾只有2个人啊！啊，你看一个一个都多贵啊！没有，都只有我们有几个便宜的站在里面。便宜的举手。都便宜，就我们三个，你们最贵啦！我们叫综艺真便宜。凯哥他不是贵，他是至尊级的待遇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至尊对决。赌一波，可以想见今天的游戏一定跟赌跟玩游戏这些东西。你不要讲那么多录了吧，赶快录了吧。现在太阳被遮住了，多录一点。后面少讲一点。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来宾，算是哪个的子弟兵呢？欢迎我的红粉知己徐凯欣。好 gay 蜜啊！今天虽然说他是哪个子弟兵，但是不一定哪个会带着他闯关，因为哪个是我们的魔王。可是今天你有机会，每个人都有跟在哪个身边当小弟的机会。哦，那要过我的关很难哦。哦，有点难，有点真的，真的每一个都是哪个的专场，而且真的过不了会生气哦。生气整天，怎么录啊？怎么录啊？好。他在模拟骂人，他应该是很久没有骂了，大概2年多了，可以集中在这里，这边可以放轻松的骂，没有关系。那上次我在棚内骂，就是在外景骂，这次都不会上新闻，直接骂人，可以。好，如果想要不被骂的话，就要想办法抢到这张道具卡。好，马上进入道具卡争夺赛。这个铝罐就是我们等下闯关的用具，还有这个牌尺。要不要请魔王讲一下？他有椅子。我们现在开放民众参观，废话。我终于知道真的有背景的人是什么概念。对啊，现在好莱坞拍片导演都是这样子。海岛，爱的小手。等一下，听说呢，如果有人没过，爱的小手直接挥下去了。好，玩大一点。那我们赢的可以打奶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你敢就打。万一你这一生最喜欢赌，好，那我们赢会打。如果我们没有过关，就给奶哥打。可是过关也给我们钱，如果一千，就是赢超过我，或者是我派的徒弟。对，一千加打奶哥了，好不好？一千加打奶哥是很1000而已。对的，因为1000太便宜了，对奶哥来讲是内贼啊。不会，他认真的，他不会来一千的。奶哥他如果内贼，你就先打他，然后再跳出来。而且他有某部分的个性跟你一样，不好说什么个性。输不起，我没有，我输得起。来，等一下，魔王会示范一下怎么样进行啊。然后我们是看他怎么样叠起6个铝罐，怎么样？吹哨开始计时，预备。不能影响哦。强了吧？哎，留点活路吧。在吹什么啦？时间到了，还没。没有，还有一个。还没。成绩是15秒，各位要在15秒之内弄好6个。15秒，15秒而已啊！你说我刚练习的时候，他有听懂吗？什么烂东西！
了。